你去哪儿？我送你吧。好啊，走啊。你开这个车来的？早知道你是这个条件，我今天就不坑你了。想吃什么？随便点。这么好，反正是相亲，以后也不会见，看我不吃亏。这个，都来一份。你赚钱也挺不容易的，这顿饭我们还是 AA 吧。好啊。哎，你昨天相亲咋样啊？本来以为是个大款，结果就是个骑自行车的。明天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你要去吗？哎呀，其实人帅也不错。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说好的我请你吃西餐，怎么赶路边摊了？吃什么西餐呀？这一条街啊，可都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吃个西餐都够我在这吃十几顿了。走。真不用我送你回去吗？不用啦，送来送去干嘛？注意安全。是我，吓死我了！以后把我视为经纪人吧。哎，我准备跟他在一起了。那今晚带出来看看呗。谁都不许走，今天加班。这是你的工作，我凭什么替你完成啊？再说我一会儿还有约会呢。约会？别像个捡破烂似的，什么男人都往回捡。骑个破自行车有什么好见的？哎，新来的总裁到了。快走快走快走。听说新来的总裁帅气多金又有钱，你敢耽误我今天钓金龟婿，有你好看。过来，老板娘。